吃完阿李嘉誠之后，就过咗隔篱呢间度买包包啦。佢啲包真系好好食啊，有啲似香港嗰间，唔知系咪同一间嚟嘅咧？然后头先阿姐又问我要唔要翻 part time 我想讲呢度搵工真系感觉上好似唔算太难啦。好似细路仔玩单车咁样而家。你可以开快啲个，差啲难。够三噶啦嘛。吓，三嚟已经教到，但系因为点解咁慢嘅佢踩得？摩打唔系好劲咯，所以你系要自己真系踩佢先会要变得快咯。但系我喺美国嗰个佢摩打好劲，所以你可能踩上去开到最准咧，佢自己踩。喂，同个 friend 饮完茶一出嚟就见到。不过其实我想讲，由头先佢响安撞车到个警车嚟都几快，你谂下。系我哋企喺度。我想五分钟内的事已经有架警车到了，定消防车煲了都到了。有警车吗？消防车头先有架警车到了，先如果不是那个 police 点来的要分享我的双下巴给大家看。话说呢，为什么我现在走下一条路道呢要拎着个 cam 来讲的呢，就是因为我刚跟我男朋友讲了一件很恐怖的事，就是咧，个个都话加拿大好好啊，乜乜柒柒啊咁样啦。我觉得要分享一样加拿大唔好嘅嘢俾大家听，就系呢度太多小昆虫啦。有一日咧，我行路翻学啦，都睇你住边嘅啫。喂，有一日我行路翻学啦，行到半路咧，我觉得啊只脚趾好痕，刺痛喎。咁于是咧，我就行去嗰啲透明屋仔嗰啲巴士站，咁啱指唔到，嗰度停低有凳坐噶嘛，坐低睇下咩事啦。我除咗对鞋，见到我对袜啊，冇乜嘢啊，咪对袜咯。跟住咧。咁我除埋對襪啦，又望到我隻腳趾咧有一粒紅色點，即係好似俾嘢咬咁啦。咁我就覺得冇乜嘢啦。咁但我對鞋係擺低咗喺地下噶嘛。咁然後我望一望對鞋，有一隻嘢爬咗出嚟，嗰隻嘢係好似手指甲咁大嘅，跟住就覺得好恐怖。因為在香港咧係唔會見到咁多小昆蟲噶嘛，其實我就不是一些會尖叫的死港女嚟嘅，但是因為真的好得人驚。你係因為我哋住的地方咧，住了兩三個禮拜，已經見到蜈蚣啦、蜘蛛啦，係啦，見到好大隻嘅蜈蚣同蜘蛛。咁所以如果你是很怕呢些小動物的話咧，你就要想定方法點樣處理佢哋，然後先搬過嚟啦。或者你想下你點樣可以跨過呢個拍小動物的心理障礙，但是我聽說真的看地方的，因為我有些朋友住 house 是沒有這些小昆蟲的。是啊，哇，這輛車很正啊，這輛車。我覺得加拿大有一件事不好的，就是我沒有車牌啊，所以呢我經常都要搭巴士啊，然後他的巴士呢是勁耐啦，跟住呢會很急啊，跟住同埋又不知道可以在哪度找廁所，因為它這裡不是很多，不會好像香港那樣勁多 shopping mall， 你可以很容易就去到廁所啦。跟住我啱啱勁崩潰，因為我架車車程是差不多九個字啊，好後悔沒有在學校去定廁所。好啦，我而家繼續等我男朋友，同埋繼續找廁所。分享，我哋隔離有一隻咕咕咕啊！我哋隔離有一隻咕咕咕喺度孵緊蛋啊！好得意啊！我覺得佢喺我睇緊 YouTube 嘅時候，啲同學勁認真咁温緊書。